尝20米的中山食物的清香。今天是新北市的消防演练，所以呢，我们有这来参加。那我们也用这行动餐车来展示说，如果真的有疫情要需要来做热食的话，我们这个餐车就有办法发挥这样的功能出来。那原则上，我们这边有总共有6个炉子，一个炉子呢，这个可以煮50人份的饭。那6个就可以300人份，那大约是25分钟，我们就可以煮一次，同时可以去煮。那我们有预备的有6个，所以呢，原则上我们这样1小时起来，我们就可以600人份。那后面锅子可以马上去炒菜。刚才讲你有600人的份，你嘛是爱，因为那个是可以同时做。炒菜的部分是可以去同时做，不是说啊，您换一煮啊，就菜名彩屏差可以。一换它是用这个那个瓦斯炉去煮自煮的，它就自动会掉。也可以讲说，最短的时间以内，它应该是可以到1小时600人份的那个餐食可以做出来。